过去了，我还是在住着，即使快一夜的旅馆，那里看不到太阳，只听见隔壁女人的娇喘，那声音是在祈祷自己过得更好，或许也会留在其中吧，可是回头想一想，我们还不是一样。许多的城市在夜色中退后，他们没有什么大不一样，我就是在这样的穿梭里渐渐消磨了期待。最难熬的时候给爸爸打个电话，他还是那般洒脱从容，只有我知道他过的也不是太好。我知道这不是贪图安稳的时候，我已经透支许多年后的生活，唯一让我感到救赎的是那个一如既往的姑娘。可是世界上最难满足的是女人的心脏，那里总是有太多想去的地方。两年过去了，朋友多了许多，也失去了另一些，我会在热闹的酒桌上突然感觉到疲惫，早已经忘记了是谁告诉我我们要不忘初衷地活着，可是人在江湖里一切都太难说。我知道这不是贪图安稳的时候，我已经透支许多年后的生活，唯一让我感到救赎的是那个一如既往的姑娘。可是世界上最难满足的是女人的心脏，那里总是有太多想去的地方。我知道这个年纪我总会犯错，伤你的心很柔软，他一定会原谅我，只是时间走得太快，我还在盲目地执着着。也许世界上最难满足的是男人的欲望，可是谁说欲望这两个字是贬义的？可是谁说欲望这两个字是贬义的？